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说句实在话，这个耗子洞堵得不咋地，堵得挺好，堵得挺好。我说它不好。来来，你再给我放个耗子出来，来，你看它能出来就完了呗。哎、你这样，你自己钻进去，然后你看你能不能钻出来。对，哎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相信我了。没有耗子了，哎呦我怎么的？什么钻石？把那个耗子放出来试试。那、啊、这干嘛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活没干明白，大爷知道不知道、啊？哎，就得惩罚你们。怎么惩罚呀？惩罚、啊、灌耳。哎呀！哎哈哈！哎呀！痛不痛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哎呀妈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啥？哎呀妈呀，哎呀我的妈，这是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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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死了，疼死了，为啥？你变态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活干不好，灌耳就是你们的惩罚，刚才这个算轻的，要是再干不好活，换铁夹子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认真点吧，认真点。灌耳礼，这是它源于军礼。当你军师犯了错误以后，用一支箭插到耳朵上，然后游街，在这个《左传》里边记载过。还有什么活？这个叫什么？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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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熏。哎，这熏里边都是陈年的粮食，嗯，已经潮了，而且里边掺了好多老鼠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了吧？把老鼠屎吃了。你呀、啊，你要是实在饿急眼想吃也行。你想干嘛呀、啊？反正到最后我就要看见干干净净的两群粮食，啊，好好，把这群拿出去晒去。好好好，哦，好，得到处去晒呀、啊，得到处去、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快把那个笼子拉过来，又跑俩，又跑俩，哎呦，那个老鼠长得贼白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呦我天，我这一个耗子没给我吓着，我叫你们俩吓死了。拿这个晒粮的工具。两个人一群啊，抓紧弄，抓紧弄啊！哎，我抖不出来，我的妈，我的妈呀！不是、啊，他那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啊，大哥呀？你们干啥呢？哎呦，哎呦，悬呗。那你抖那下是啥意思呀？